老师都是言语七旬啊，现在都开始白发苍苍，当年也是满头金丝，风流倜傥啊，玉树临风。但是呢，他们对艺术的追求，让他们的满头青丝化作了点各个的音符，变成了音符吹到您的耳朵里。所以我们大家在这里听是非常不容易的啊！先他们先鼓掌，后欣赏。Thank you.